招自己一个朋友来反这个蓝 buff， 而且左一也是赶过来，这个蓝 buff 感觉不太好，说一个睡到了，在睡到一个猪妹的情况下，直接一套技能先手秒掉了猪妹。Nexai 拿到一血的同时，还把蓝 buff 给控了下来，而且这个蓝 buff 是给到左一啊，舒服很多。而且左一有蓝 buff 之后，打的就会更加主动。小龙莫甘娜这边蓝量不多，打一套点了一套，反身被控住，这里伊泽瑞尔直接跳脸打一套，但反身自己蓝量不太够，逼出了威鲁斯的闪现。这个位置闪现一个 EW 控到两秒，猪妹直接顶出来触发余震，但是这里左一是有一个加速的，直接拉开了，而且雷克赛过来给了个蓝扯闪顶，目标是对手一个猪妹，猪妹一丝血浇筑自己的闪现没死，催眠气泡睡到了瑞兹，瑞兹进化解掉，反身 WQEQ 秒掉了，这一波 Rookie 的反应真的是非常的快，早期到六之前没错，对配合性太弱了。再看一下这一波小龙美的，其实他的反应已经很快了，第一时间捡了个闪现走掉，但是这波很可惜伤害差一点点。那牛王交出自己的闪现之后， Rookie 的反应也是不慌不忙，进化一解 WQE 秒掉了左一，我这一套伤害的计算确实非常关键。哎，镜头一转，是的，桥断了，这里上路想要强行越一个大招，但是蒙多也开大能扛住吗？扛不住啊，是的。再看一下下路这波的一个回放，莫甘娜Nexai 先手挖隧道过来拦扯，配合莫甘娜的一个技能顶起来，然后再推到露露，导致下路三个人能够把对面下路两个人下路的话，莫甘娜闪现一个大招大到了维鲁斯，维鲁斯辅助不在，闪现还是被链住了，想走但走不掉啊，伊泽瑞尔很轻松的走上来拿到了这个人头。这一波的话 IG 的联动上面确实火龙，下一条是一条水龙，这两条火龙的话其实可以帮标记有很多后期说话的资本，这个位置想要抓一个 QQ 到了，那这样的话 Rookie 交出自己的进化之后直接反身要跑，但莫克大山有大招直接大到了，再一滩死水，雷克赛赶过来直接跟大露露来了，这波但是露露有大招回来，猪妹还有大抬了起来，反而是 Chief 的雷克赛是死掉了，失误吧，算是标记打的追的有点太深了。那这个位置维鲁斯直接大到想要秒蒙多，蒙多抓住自己的闪现建模进场，猪妹在侧翼，但猪妹上是没大招的，这个位置粘到了，逼出了闪现的同时金角是杀掉了瑞兹，那这样的话正面战场伊泽瑞尔是可以进行一个收割的，维鲁斯虽然状态不错，但吃了一把 Q， 我们这的一个蒙多还在往前坦，不过这个位置有露露的一个保护的情况下还是不太好，继续打催眠气泡想要睡宁被睡到了，那这个位置感觉不太好走，不过左一是被左一的两件套，哎，再看一下上一波的回放，这里先逼出了捡来的一个闪现的同时，正面维鲁斯先是一个大招大到了蒙多，但是蒙多交出自己大招以及闪现往后拉，导致 AJ 第一时间是没死的，那 AJ 一旦没倒的话，侧翼建模进场是配合猪妹想要去砍，而且侧翼牛王是想要单吃左一但没吃掉，正面的话金角又是偷掉了 Rookie 刚刚的位置，好像队友没有想要说帮他去挡。这个位置左下角是呈现出一个画面，应该是要杀，但是 Duke 是反杀掉了对手的一个蒙多，自己还在砍，触发了自己一个被动复活，但这个位置应该要被手撕了，走不了。伊泽瑞尔再拿一个人头，这一局金角已经其实会有点给机会，维鲁斯一个大到了，这里左一开出自己的金身，同时建模在旁边找到了金角，血量非常的低了，金角这个位置交出自己的闪现，但还是被 A 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正面的话是迎来了 IG 一波反打，瑞兹直接开车来到正面是要留左一，左一是被留住了，交出自己的闪现之后，猪妹赶过来拦车给到蒙多，左一先倒，蒙多交出自己的闪现，这波大龙 IG 有机会拿下来。这一波确实 BLG 太不理智了，就我刚还在想说他们这波其实没必要，因为他们墙上高地只会给 IG 机会，不过这个位置是有一个绕后的雷克赛，但正面肉的已经被找到了，EZ 刚好卡了一个不知道建模的位置，对，再看一下回放，维鲁斯先大逼出了伊泽瑞尔一个 E， 但是迎面撞上一个建模，转角遇到鬼，你说这找谁说理去，根本就没法说理，直接见面两三刀砍死之后，正面就已经没有输出了，这个时候瑞兹有大招开车带队友过来能够进行支援，而且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IG 他们阵容强就强在 Duke 这位置还在走，红色方的话已经知道来抓 Duke 了， Duke 这位置已经被莫甘娜大到了，那很难走了，反身 Q 想要拖更多的时间，但直接是被 AJ 收下来，能看哎，但是这个催眠气泡从隔墙的睡到了，这个 LAP 感觉要被秒，交出自己闪现，但 EZ Rare 精准弹幕
收掉了这个人头，而且一个恶虎扑直接闪现的 PUA 杀掉了竹美，又一个催眠气泡睡到了露露，露露这个位置感觉有点难走，一套伤害并不治疗秒掉了。刚刚复活，他们打的速度的话，感觉不是特别的快。剑魔直接进场，上麦自己，逼出自己的复活的同时 ，BLG 也是要选择往后撤。不过剑魔已经是率先倒下，瑞兹也交出自己的闪现。这一波 IG 意在，因为如果大龙掉了的话，给了蓝色方这个阵型本来不太好上高，上高的手段，那这样子。看一下刚才这一波，这波小东北确实他的细节真的好，他是 R 过墙给的催眠气泡。更远，那 Chieftain 的话也是恶虎扑哧被接闪现，也是秒掉了对手，而且他确实几个气泡都相当的关键，没错，坚守都留到了关键的位置，方夏被左一找到了机会就很伤。哎，但是控制同样的秒掉了肉的啊，肉的这里莫甘娜想要做视野是被秒了。一次又一次的不断摸奖就够了，对，哪怕是扣给你前排也是有效果的，因为你毕竟路只有一个盾。维鲁斯直接跟大，但这个位置是有黑盾的，剑魔提皮过传过来直接被秒了，而且蓝色方有个救赎直接撒下来，剑魔选择走，雷克在一个绕后，恶虎扑食目标是维鲁斯，维鲁斯被扑死了，那剑魔也死，露露也死。这一波的话，我们要提前恭喜 BLG 率先拿下这场比赛的第一局胜利了。恭喜标记，恭喜标记，确实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话，我个人觉得 IG 的打法是没问题的，但就是因为他们打野是一个猪妹，没有办法在前期去扛住雷克赛给予的一个压力，所以说导致前期猪妹没法做事。那中期本应是猪妹强势期的时候，标记的一个 C 位也已经有了保命道具。而且我觉得这一场的话，现在他对于他野区路线的一个规划相当的清晰。我们也讲了，就8.10，其实在蓝方开野的一个路线，基本上他从下半区开，似乎要把上半区三组也先刷一遍，去控上路河道，甚至我们看到有可能